我是喜欢小木老师哈，那有很多人说，我们也喜欢学魔术，我们在电视上啊，在这个网络上看了很多魔术，那魔术应该怎么学呢？那其实有很多人以为，怎么学那些魔术啊？好，那其实魔术要学哈，很简单，就从消失跟出现。那怎么把东西消失，怎么把东西出现，这个就很重要的哈。好，那我今天在这边做一个示范好了哈。很多人说为什么每个看魔术是表演都穿全身都黑的这样子？ 因为人家所谓的黑魔术就用身体啊，把这个好用颜色把它挡住。好，我现在再把袖子卷起来，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哈。好，我们把袖子卷起来啊，这样子。那我今天哦，今天我特别带了红色的丝巾，红色丝巾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好，那注意看哦，我只表演一次给大家看哦。好，那顺便跟大家解说，红色丝巾展示的时候记得两面给它展示给大家看，没有东西。 好，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个东西消失跟出现？首先呢，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手掌机里面。好，大家看得清楚哦。好，把它放在手掌机里面去。好，好，把它塞进去，把它塞到我的手掌机里面去。好，大家看得到吗？啊，虽然距离比较远，但是这个红色的非常明显哈。好，注意看，然后把它塞进去。 好，那这个魔术表演呢，这种丝巾比较特别，它叫丝巾。为什么它是它纯丝制造的，所以它能缩得非常小，把它塞在进去。好，要记得塞紧哈。好，这边没有。好，它在这边哦。注意看哦，一、二、三，消失，没有了。好，它跑到哪边去知道吗？其实它本来就在手掌机里面。 那魔术是很厉害，他就说能把这个东西藏在里面，怎么藏在里面呢？注意看哦，红色的看到吗？没看到、哦？好，把它挂把起来哦，因为婆婆妈妈挂到红色在那边很刺激，一二三，把它抓住。好，我跟学生讲说，抓魔术的时候不要直接拿出来，我们虽然知道说它在里面，对不对？但是你不要直接拿出来。你说好，我要把它藏在里面，一二三，抓住。抓住的时候记得。 我们要假装在它那边绕两下、绕三下，你看都魔术人哦，弹一下啦，怎么绕一下，其实都假的，因为本身就在里面嘛，我们把它拿出来，你就跟观众讲说，来，一二三就把它拉出来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会吗？啊，不会的，不会的。
没关系，想不想学啊？你想学哈，我等一下我再破解一下给大家知道，因为学魔术还是有一些诀窍的哈。好，那我们我刚才讲过哈，我们今天那个我们魔术协会啊，除了推广这个魔术之外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些那个音乐的推广，那我也在推广古典吉他音乐哈。那因为吉他，我本身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是教吉他的老师，那所以我专门推广古典吉他音乐。什么叫古典吉他音乐？那古典吉他音乐有很多人不懂，我们看吉他不是拿着一个乒乒乓乓一直唱歌吗？其实不是的，这个叫民谣吉他。我们真正的吉他的弹奏法是演奏，不用讲话，你一听就知道他弹这个是什么歌曲，有旋律，有伴奏，有低音，一个吉他通通弹得出来，这是真正的吉他的演奏法，这古典吉他弹法。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介绍穆宏博，来帮我们做古典吉他的演奏。好，来，穆宏博来。好，我们试音。好啊，先测试一下音响哈，因为古典吉他它没有在用电吉他的，有很多人说，你只要一套会倒电的哈，我跟你讲，古典吉他没有装电的，只有直接是这样子演奏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度非常高，一般都只能在室内表演。那刚我们今天有麦克风，看我们在透过麦克风给大家呈现一个很好的音乐感受哈，好，试看可以吗？好，那我们这样子哈，我们第一首先把它介绍一下，我们每天都听得到的歌曲，不要跟你讲名字，你就每天听得到，你就知道晚上要做什么事情了。好，第一首啊，我们介绍穆宏博帮我们做古典吉他演奏，好，请掌声鼓励，谢谢。要大到垃圾哈，其实这首歌它本身叫《少女的祈祷》，非常好的那个一个音乐哈，但是我把它做到垃圾的歌曲，大家知道，就要到垃圾，其实这是一个古典曲，非常好哈。好，第二首我们介绍一个《小罗曼史》，好，最后一首来，请大家掌声，谢谢。
欢迎你要在这边进行学习。掌声谢谢啊！魔好，刚才讲过魔术，我们继续我们魔术部分了。刚刚我想到你要学魔术很简单啊，但是我们在学魔术最主要在学它的过程。什么过程呢？好，首先呢，我刚才讲过，我们塞丝巾的时候是这样塞，对不对？来，稍微破解一下给大家知道，丝巾拿的时候拿起来，对不对？把它塞到手掌心里面去。好，那手掌心塞进去的时候，我们在塞丝巾的时候，记得有一个口诀。什么口诀呢？就是你塞多少，我们就要拉多少。塞多少就要拉多少。好，这样很简单嘛，口诀要记得哈，就是把它塞多少，塞进去多少，就是拉出来多少。塞进去多少就拉多少。好，很简单，你就把它塞进去哈，塞到里面去。好，塞进去，塞多少你就拉多少，到最后把这个拉出来，那这个就会变色了。好。那我现在在教学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因为学生在表演比较紧张，好，他也记得哦，啊，我说这个丝巾把它展示过，把它放进去里面，对，记得塞多少就怎么样，要拉多少，好，塞多少要拉多少，好，但是上一次我遇到一个学生很紧张，他说老师说塞多少拉多少，还没塞完就直接把这个拉出来，这个还在里面。这样怎么办？人家说哦，你又准备两条丝巾哦，你就被看出来，对。这时候我跟你讲，千万不要紧张。你说哦，抱歉，不小心拉错，我当然把它塞回去。好，记得哦。他就说哦，我们老师教过哈、哦，要怎么样？要记得塞多少拉多少哈、哦，要记得把它塞进去，塞多少拉多少哈、哦，这样子再把手打开，这样大家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魔术，对。那希望大家都学会哈，如果不会的话没关系，嘉义魔术协会都可以欢迎你哈，随时来这边学魔术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我们何冠来做一个舞台互动程序的魔术表演哈。好，我请何冠莹，谢谢。
师何怪。那进入接下来的魔术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故事大约发生在一年前的圣诞节，当时我到一间孤儿院去做魔术的表演。在我表演完魔术之后，有小朋友跑来找我，他拿了一个东西给我，这个只要打开，你知道是什么吗？没错，小朋友跟我说，魔术师什么都能变，那能不能变出这个？天上飘下的雪，我要说，其实真的雪并不是这样子，真正的雪是比现在还要小很多很多，而且最叫我是雪，是水做的。魔术师失败了，完成梦想。表演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有没有跟大家做互动啊？有没有？有跟大家互动。等一下有兴趣上来试看看的，怎么让东西飘起来？你可以到这边来哈，他会下去邀请哦，你要赶快去，因为只有一个名额哈，可以让你体验一下漂浮的乐趣哈。好，我们接下来就由我们魔术协会的大宝为我们做表演。好，谢谢。
下飘舞啊。哎，大家好。请跟着我们大宝的动作做，好，掌声一下。好，拉住，准备。好，轻轻的，不用先从高哦。好，转圈圈。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们再次谢谢大宝为我们的漂浮啊，好。好，我们今天魔术协会的表演就到这边结束哈。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下一个团体出场哈。下一个团体是大甲国乐团啊。那这个团体啊，它本身成立于84年四月间哈，那到现在也有差不多17年的历史哈。由我们团长那个张树森先生跟指导老师啊刘吉松先生啊来这边指导哈。那目前一共有62个团员。那在民国88年、89年啊，分别获得那个台中杰出演艺团体，90年荣获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啊肌肉团体，啊也获得那个补助的新台币50万的乐器哈。那历年来在各地演出有100多场演出经历哈，应该是相当丰富啊。今天我们也是邀请他到嘉义新铁线行哈，做捐血救人公益爱心活动啊，非常有意义哈。那因为今天刚好是那个大家都是很多团员都是补假哈，那补上课，好，那所以他出席的团员就部分而已，说没有很多人哈。好，那我们等一下就请他们来表演哈。好，我们请大家团开上台哈。我比较干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了。